白讲。各位观众，大家阿弥陀佛。生是白讲，今天的主题是佛教节日。我们今天恭请佛光山星云大师就住这个佛教的节日有哪些来为我们讲解。现在恭请大师。你好。你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佛教节日。那么首先我要请教大师的问题是说，关于这个佛宝节啊，佛宝节为什么又要叫做浴佛节呢？这个节日啊，这现在不时令有时令的节日，纪念有纪念的节日，像这个春节啦、清明节啦、劳动节啦，当然有复旦节。复旦节啊，在现在的这个中南半岛南传的佛教国家，他们把这个佛尘、佛涅槃、佛成道一起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叫做为食节，是五月的月圆日，过了五月月圆日，大概也相当于我们中国四月初八。不过我们中国一向是以复旦节啊，就农历的四月初八不花盛开，春光明媚啊，这个各个寺院里面啊举行这个浴佛节。浴佛节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在2500年前在印度的这个南毗的园不花盛开，他哇哇堕地，所以那个时候啊也有很多的神异的现象，所以九龙吐水、金门沐浴啊，这个天人呢、在庆呼。那么这个临床下来，这明年到了四月初八啊，就要纪念这个浴佛节。佛还要我们用吗？佛不要我们用，但是我们的心要接入这个浴佛的这个时候，也把我们的心洗一洗，洗干净，洗清净。所以明年的这个浴佛节啊，是中国日本韩国这个不传佛教的这个是喜庆的这种很好的日子。那大师依你来看哦，既然浴佛节是佛陀的圣诞日，对佛教徒来讲是一个很隆重的节日，那么依你的看法，我们应该如何来庆祝这个浴佛节？这个浴佛节应该在公共的场所啊，最好的做这个佛教的范围的整量，当然认识佛教，或者请这个大家啊来讲述佛教，来宣扬这个佛的圣德，或者让这个青年男女们呢、这个各种的活动啦、唱歌啦、舞蹈啊，喜气洋洋的来庆祝这个佛诞。或者是给了年纪大一点的老先生老太太啊，可以聚集在哪个地方啊，来这个诵经啊，来念佛啊，来庆祝佛诞。现在甚至于还可以给他用这个佛诞车啊，装了这个太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那种像，很庄严的，可以用这个现在的小卡车带到那个平原的乡间啊、偏僻的地方啊，让一般不便走路的一些人啊、走远的出远门的人，在当地也能有浴佛。
我觉得这个岳父来庆祝的方便呢、方法是很多的，总之一句，要把它做得很热闹。像几年来，我听说在澳洲布里斯本有中天寺啊，举行这个复旦节啊，20万人以上参加，这也才开始做的。啊，这是做了就能可以属于社会各界的人等，以这一天大家同乐嘛，啊，以父共同庆祝同乐。听说在斯里兰卡等等的地方啊，也会办一些公益活动，或者是禁止这个屠宰啊等等的事情，是吧？这个政府要协助了，可能因为这是复旦那个很有意义的，让这个社会移风易俗啊，改变这个社会一些不好的习气，比如说净土，或者是释放一些这个轻刑的罪犯，或者是奖励一些有功劳的什么人，这都可以的。大师，那你对国定的这个佛诞节日有什么看法呢？这因为过去复旦节是民间的，那我们就想要争取啊，成为一个国家定的一个复旦节。过去基督教啊，他们为了耶稣的节庆，就用行刑纪念日放假。实际上呢，他们庆祝这个耶稣节。那么这个佛教，因为很少人在政治上啊有这种护法的能量，光是民间啊要复旦节要复旦节。不过后来啊，这个政府也觉得应该施以公平，像香港正式的一个公众假期定了复旦节，韩国刚好也是有了复旦节，那么台湾的佛教徒要求有复旦节，那么就大家我们台湾的立法院呢、立法委员就共议啊，让复旦节和母亲节在5月啊同一天来庆祝。这个时候由我发动的，我觉得可以接受。为什么呢？第一个和10月初8日期接近，第二个佛陀本来就是我们的慈母，这个假如和天下的母亲一起，所以让这个儿女啊，为了替母亲祝福，对的，到佛教里面来拜佛，啊，佛教的这个慈母的像释迦牟尼佛啊，跟这个世间上的慈母汇在一起，这个也很有意义。所以我是比较觉得，只要这个政府啊，能可以给佛教一个固定的假期，固定的一个庆祝，这是很难能可贵啊。谢谢大师。那么再请教一下哈，浴佛节对每一个佛教徒来讲，他应该在信仰上，或者在修行上，或者在这个观念上，大师你觉得他们应该如何呢？因为现在复旦节啊，因为给这个时日弄的是卫生节，又是这个农历的，又是这个过阳历的，啊，究竟是哪一天呢？都很没一个标准，所以有一个固定的假期，这个倒很好。再不然啊，你寺庙就去庆祝4月8日的复旦节，你教会佛教会，你就可以和佛光会，你就可以领导庆祝这个
固定的四月八日。后来我觉得明年呢，应该对了一个固定的假那个复旦节放假嘛，那天放假，你去祭父为父母放假，你去拜拜父，这个这一定没有复光，这是很好。那么就这个浴佛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不是一定要在四月初八这一天才浴佛，或者有其他的日期，佛教徒也应该有这个浴佛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日期确定了，不能改变。你不然的话，为了大家，你这一家这一天，那一家那一天，那这个一年三百六十年都给你给了乱了，天天都来那负担节嘛。我觉得这也不大妥当，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好了。大师哈，这个除了这个佛诞节为佛宝节以外，佛教还有哪些个节日呢？这佛教的节日，这佛菩萨的节日是很多了。不过我们以三宝为中心，我曾经根据传统，想四月初八。这个月佛节就是佛宝节，把这个十二月初八，在中国也很流行的吃腊八粥嘛，就定为这个佛陀一度明行而成正教悟道嘛，就为法宝节。把这个七月十五呢，一般共成法会呀、报文朝觐啊，共生，这个就作为三宝节，属于这个三宝节。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佛宝节，这个法宝啊，是十二月初八，释迦牟尼佛这个经过了多年的苦恨以后，到了菩提伽耶，在一棵菩提树下。一个座位，他在那里冥思宇宙的起源，人生的这个流转，他终于有这么一个时刻啊，心地光明起来了，悟到了，所以这个悟啊，他就感觉到青年的往事啊，又在浮现在他的前面。很远很远的这个四段呢、慢慢的向他围拢集中。他好像是有了天眼通，有了他心通，有了这个一切的智慧，我说好光明。这个没有人我，一切都给他彻底的，所以手指所见了，他悟道了。这个一悟道啊，就带来了宇宙间的真理。什么真理？是缘起中道。宇宙的怎么样成功，人生怎么样的啊，这个轮回。所以因缘果报，这个世界上不管什么学历啊，什么宗教，大概没有超越佛陀的悟的这个真理。哎，我们好难得啊，成人在这个迷糊的人间，跟佛陀学习，也以他所证悟的道理，让我们能了解到人生的真相。宇宙的一些奥秘，这个真好啊！所以这一天呢，定为法宝节，让我们让这个佛法啊，也能够以让大家了解，那个什么共生就是民间的信徒啊，这个等于五斋大会还请来吃饭呢，啊，这个纪念这个等于几斋节啦。父亲接了，母亲接了，这个生宝也给他过节嘛。那么大师对这个十二月初八
佛成道日就叫做法宝节，那这个法宝节要怎么来庆祝呢？有什么庆祝的活动吗？学者是中文发扬佛学，学校里面讲述这佛教的意义，佛教与人生啊，这个一般的社会啊，电视台啦、报纸啊、出版中看，这个人应该怎么样子的修正自己，怎么样子学习佛陀，怎么样悟道，这个悟道是很重要的呀。或者是这个漫画啦，我们这个出版这些书，大书小书，尤其开音乐会啊，到处开音乐会展览这个佛法啊，甚至于组织各种的小组，到处啊去宣扬这个佛法的内容啊，尤其是因果报应，这个社会的道德很需要的。那大师，听说在法宝节这一天呢，好像也吃腊八粥，这个有这回事吗？这个在流传了好像很历史上应该很久了。腊八粥，腊月初八嘛，这个早上佛陀成道，哎呀，那种腊八粥，好多的口味呀、会煮腊八粥，所以我们过去在家庭到了这个腊月初八早上，都到寺庙里面要一碗腊八粥，后来吃了可以消灾，可以增智慧。那么现在我看到处也慢慢又在恢复流行这一个行为，很有意义的。那么在佛教里面，为什么庆祝这一天吃这个腊八粥的这个意义，好像是对这个粥啊有些功德，是不是？这个粥是当然粥有是利了，粥吃了这个也不是很贵的东西，粥是那个腊八粥有很多的八种东西，你比方说米啦、油啦、盐啦、菜啦、豆腐啦，或者油条啦、面筋啦，或者这个枣子啦、莲子啦、龙眼啦、冻豆腐啦，总之是八样菜，就是花生啦、黄豆啦。重要的叫烂，要煮得很烂。这个用油把它们再和起来吃，这个混在一起。煮的要很浓一点，不能有汤啊水的啊，这个腊八粥也是美味耶。那大师哈，我们对这个腊八粥煮好了以后，有时候看到寺庙里面都大家都可以去拿，甚至有的人煮了是跟人家结缘，有这种方法来庆祝这个生宝法宝节吗？有的人到寺庙来要一碗稀饭，这个那寺庙都很这一天很高兴，结缘了，也有的信徒跑来去就甚至供应米啊、菜啊，他也帮忙这个寺庙来和大家来结缘祈福的。这个也有的甚至于这个寺庙对于一些来往的信徒熟悉的，我今天怎么没有来拿腊八粥，送一碗给他。真是寒冬送温暖送非议真好。那大师，既然有佛宝节有法宝节，那应该也有生宝节了。那生宝节是在什么日子？什么就七月十五嘛，我刚才讲七月十五啊，这个出家人从四月十五安居到七月十五就结下了嘛，接下就结局了。这一天所谓定为复活喜乐神智子日，我们把它做成盂兰盆会嘛。所以这一天如果要超度父母的，要是或者行善做好事的，要想做什么纪念的，就共生嘛，共生
其实就等于这爸爸节、母亲节啊，这个记载节、军人节啊，这个请客嘛，这是供养供神一次嘛，啊。那么这个圣保节7月15这一天呢、啊，听说又有一个名字叫做佛的欢喜日，这是什么意思哈、啊？因为接佛教安居。安居他从4月15到7月15这个3个月都很顺利啊，圆满了，结局就是毕业了，佛当然很欢喜嘛，叫佛欢喜日。哦，是这样子，功德圆满欢喜日。那么对这个圣保节的庆祝哈、哦，好像有些7月15啊，供生啊，什么稻粮啦、啊。还有这个共生的真正的意义，大师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子共生？对于共生是供养一个供养佛教供养教团，我的意思是供大众，不要供一个人，不是供一体，人可以让他一年都能生活，应该供人呢、啊，接触他的这个生活上的困难，他好好的受我们的供养，他能用功办道，能把时间呢在修行上的成就，让我们供养人能可以增光增光嘛。那大师你认为哈、哦、对出家人的供品供养的东西是以哪些个东西比较适合，哪些个东西不适合？所谓稻粮嘛，这在佛门里面4种供养嘛，饮食就是供养米嘛，供养面呢、啊，啊供养稻粮嘛，饮食、衣服，啊这个医药，啊物具就是这个床铺啊、枕头啦、啊，这许多比较便宜的，但是。不宜用花用很多的钱供养，我是有觉得佛教啊有道不有品，只怕我的道不够，不怕没有钱，尤其是出家人应该不要钱，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要钱，当然现在要钱就是坐车子啦、坐飞机都要钱呢、啊。但是不贪，那是身外之物够用就好了，不可以储蓄，不可以积聚。我想这个钱应该从出家人呢要把它看淡，看了钱不值钱啊，我不卖不花钱，我就最富有了。就是要供养的东西最好是适合出家人用的，因为现在看到很多人买这个什么化妆品啊，或者买一些电脑科技的这个器材啊这一类的呀，这个不合法啊。哎，你是要他生活利用的，对他办道有帮助的，你不要想着种种的或者要讨好他来供养，不要，要平等平等的供养，这个多少人尽享机缘，一个人都有一份，那不要太多，或者我们一个人供养不起，多少人合起来就这么多，大家来分配，所以平均的利和同均呢、啊，这是六合神论里面的一个规矩。大师再请教一下哈，关于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在一年当中有他的纪念日吗？观世音菩萨的纪念日说来是很有趣的，他都是19日，2月19是他的圣诞良辰，6月19是他的成道纪念日。9月19是他的出家纪念日，
就有人很讶异，观音菩萨这么大的这个纪念呢，都用这个2月19、6月19、9月19，这个观音菩萨啊，他应该属于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补助菩萨，随西方三圣嘛。他是道家过去的正法名录来道家慈航性情观世音菩萨，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他是来应化的，应化所以请出祈求请出应啊，苦海常照渡人者，他既是应化的观音菩萨，对吧，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哪一天不是他的圣诞，哪一天不是他的这个成道纪念日，所以因此定为2月19、6月19、9月19，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大师好，观音菩萨手里拿了一个念珠，我们平常拿念珠是要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手里拿念珠，他念什么呢？这个我讲过，安念观音啊，为什么求人不如求己啊？所以这个信佛教，这个对于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是很重要的。那么观音菩萨听说有应化哦，有很多很多的各种的观音。大师能不能为我们讲几位不一样的观音？三十二应，观音菩萨清波义化身啊，清波义的感应，这个太多了。不过，像在我们中国的民间呢，观音菩萨化成老婆婆，啊。甚至化作这个各种的身份，好像有一个云南观音是在江边呢，有一个少女好漂亮啊，年轻的人呢看到，哎呀，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美人呢，都追求她。后来这个观世音呢，这是云南观音这个小姐了，她说我一个人不能嫁给你们这么多的男人呐、啊。你们如果哪一个人在一天之内把观世音普门品会必送，我就嫁给哪一个。哦，几波人都一听都会了。观音又说，我一天我不能，你们几波人我不能，我一个人不能嫁给你们呐、啊。这么多人啊，他这样好了，你们一天能必诵金刚经的，我就嫁给你们。金刚经无情多智啊，也不容易毕啊，哎，但是能念也有几十人都会毕。观音菩萨讲，他我还是呢不能嫁给几十个人呢、啊、法华经你们拿一个能把它拿来背的，我就嫁给他。哎，听说有一位青年会背了，不能赖账啦。其实观音菩萨就用这个来传播佛法，度众了，大家伙都会念经了。不过这个时候观音菩萨啊，这要结婚啊，要拜堂啊，立刻啊。在这个礼堂上去华容设施去祭宾，就去世了。哎，本来是勤劳不昧的一个女孩子，忽然呢变成这个一个思想难看的样子。哎，大家感觉到人生无常啊，所以慢慢学佛的人增加，这个就是观音菩萨度化众生的方便。他说：“听说有一个哈利观音，哈
哈利怎么会是观音呢？哈利观音是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啊，欢喜吃这个哈利。哦，海边的渔民呢、啊，都捕这个哈利呀、啊，半壳了，去供奉。那么有一天捕了一个大的哈利，什么样子都打不开。后来就恩师要把它打开，哎，里面一种观音像。咦，这个宝库中怎么会有这个观音像呢？我在几年前呢、啊，这个日本的一个探险队到中国大陆去，这个海潮水的这个沟里面深下去，不就极不公测，没东西，到了那里就是一个哈利，也是一种公司，我看过，在电视也重播过。我说那个时候唐朝的这个皇帝啊，看到这个哈利公园，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把右闪陈子清的人问他是什么意思。右闪陈子说，我无许印了，公司印现在印先大概有七番背下的信息，如公园经说，印以菩萨神得度在即信菩萨神而为说法啊，这是现在跟你说法，要你信佛教啊。皇帝就说了，菩萨信神我是看到了，他没说法啊，他没讲话呀。要三次说，他说请问皇上，你相信不相信呢？哎呦，他到这个程度，我怎能敢不相信呢？那菩萨跟你说法好了，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观世音菩萨。那么下面我来请教大师，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一年当中，他的纪念日是哪一天呢？弥勒菩萨，中国的布袋和尚，是听说是弥勒的化身。真正的弥勒的样子，并不是现在这个胖和尚啊，这个是布袋和尚，他说是弥勒化身，欢喜佛。他的生日呢，农历的春节正月初一，所以我们讲恭喜恭喜，啊，皆大欢喜。那就看到这个弥勒佛啊，哎，看到笑嘻嘻的，真的是皆大欢喜。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其实我们大家过正月初一都在过这个弥勒佛的这个皆大欢喜的节日，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了，都忘记了。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以后，这个大家在农历大年初一过弥勒菩萨的圣诞，我们要如何欢喜，也如何给人家欢喜呢？啊，其实。人世间有钱不欢喜没有用啊，有地位很苦恼也没有用啊。人间最宝贵的就是平安欢喜，我活得很欢喜很平安哦，那个就都有意思。所以弥勒菩萨启示我们呢，要大家欢喜，大家欢喜要有度量啊，大度能容，容错人间多少事啊！啊，既然都欢喜笑开，古今的一些忧愁啊，所以因此，我觉得弥勒菩萨正月初一给我们欢喜很有意义的。大师好，有这个弥勒佛，还有弥勒菩萨。还有布袋和尚，这三个名称是不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这个弥勒佛，因为一般人菩萨反而都不会念弥勒佛，但他做弥勒佛是因为
党来下省弥勒府。这个弥勒菩萨是和释迦牟尼一起修行的，释迦牟尼佛行成佛了。这个经里面记载啊，下一次就是弥勒菩萨成佛，所以叫党来下省弥勒府。那下面我们要再请教的是关于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他是哪一天是他的纪念日呢？地藏王菩萨是这个一个王子啊，韩国的那个王子的名字锦乔教，锦乔教到中国来度化，他一般都认定他是地藏的化身，因为他到了安徽九华山呢、啊，跟那个明云万明高老要花地啊建寺庙，那明云万也是信佛教嘛，你要多少？他说我一袈裟就够了。大家好，你的袈裟有多大，你就拿多少地。地藏菩萨袈裟打开，覆盖了九个山头，九华山嘛。所以明云外也不能食言了，就把这个山地都捐出来啊，给地藏王。7月29，应该是地藏菩萨的圣诞日。那么地藏菩萨曾经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么这个地狱众生这么多，什么时候才度得尽啊？如果这样的话，地藏菩萨就永远不能成佛了。地狱是不会空的，不过地藏菩萨是能成佛的，因为他自己的愿力，他自己就成就，他自己的本性里的地狱空，自己的佛性成就了，当然能成佛。下面再请教大师的是药师佛，药师琉璃光佛，他不知道在一年当中是哪一天是他的纪念日。药师佛好像9月30嘛，九月的最后一天哈。最后一天嘛。药师佛好像和阿弥陀佛11月17，那个也是过去说永明延寿城市是阿弥陀佛化身，当然有很多事迹我们也不去讲他们了，就用那个永明延寿城市的那个圣人啊来作为阿弥陀佛的诞辰。这个药师佛也是一样啊，总有他的一些化身的这个纪念呢、作为他的这个神了。药师佛啊应该对人间佛教是很有的，他是重视人生的福利啊，重视社会的福利啊。阿弥陀佛也是的，阿弥陀佛不过在他方有极乐净土种种庄严啊，这个治人间啊，迷得不得了啊，花呀草啊水呀、社会上大楼啊，人世间呐、这个公平啊欢喜啊，这是西方净土。东方净土药师佛重视健康，重视宽博，重视神态，重视人物关系，它是人间是很需要的这个我们保护在呢。那么这个药师法门哈、不晓得要怎么样子修持，每一次看到这个药师法会啊，药师法门，你就是在药师法会说要点49盏的灯，点或者7天49天啊，或者念多少经咒，你呢自己的心里也跟灯光亮起来了，那就有感应了。这个是有什么根据是不是？药师经就是根据啊，这个讲根据啊，
这个佛教的这个灵感的事情，你要自己去检验，你才相信是别人说的，我没看到啊。这是你像我们也不愿意说，不过我也提倡要是法门的。我记得我这个在这个药师佛前顶了四部八十盏的灯，油灯，在同一个时间，每一个灯上都记得多少粒的这个灯华水粒，像这个菜籽一样的晶莹剔透，一粒一粒的掉到地下响的。但是我不能说啊，我说了人家说这是宣传的或者造假的，这个谁都不敢不说，这是最好。终止佛菩萨的事情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完全了解的，那灵感神意就是什么不可思议。那么讲到药师佛哈，我们平常人生病了，这个用医疗看医生啊，医药来医。可是假如心里生病了，我们的心生病了，那应该怎么样子来治疗呢？可以怎么救呢？身体有病了要找医生嘛，心里有毛病了就是找佛法嘛。当然了，这个心理病一定要心理的药嘛。心理什么药？佛法就是佛祖，就是佛陀，就是以大医王。佛法就是医药，僧侣应该就是医师啊。所以这个能出家人能可以像医师一样给众生呢鼓励了，安慰了，解除疑难了，做一些帮助的，这个解除人的苦恼，那就是医生嘛。所以因此，这个我们一开始讲三宝戒，基本上佛法上还是三宝，应该不但是戒律，是我们的保护者。好，非常感谢大师今天对这个佛教节日给我们做了这么详尽的开示。那么各位观众，我们今天的主题佛教节日就跟各位播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